快，快，把人类智慧的火苗流传下去，不要让它熄灭在我们手中。人类智慧的火苗不能熄灭，不管我们的对手多么强大，多么彪悍，我们永远不能服输。其实就是平常我和猫猫的相处是很愉快的，我把它当小孩，它把我当。今天我们来玩个假水吧，桃子水，这一看就是直译的，欺负我不懂韩语，其实我懂韩语。啊，오빠가지마，오빠사랑해，오빠화이팅。好恶心啊，我都觉得我自己好恶心。我玩过的假水寥寥无几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这个领域，但是我今天玩了这个我还觉得挺惊艳的，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差不多价钱的假水质感都差不多，而且味道都是一样的，好神奇，就是一股小时候那种橡皮泥拉面土的味道。这个平常要是放在自己手里确实可以抓很久啊，但是要是录视频的话确实是有点干巴了，不知道该怎么玩。而且我坦白了，我做冰山好像就没成功过，好像也成功过，大概是一两年之前吧，我完全忘了怎么做了。这个冰山好像就是白胶加起泡液，然后再加淀粉之类的，然后直接盖上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今天试一试吧。我宣布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，如果我成功了，我绝对不骄傲。这里我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及时改正了就是好同志。其实我觉得我印象中这个配方应该没错，但是这份剃须泡加白胶，剃须泡好像太多了，白胶好像太少了，那个就那个